西班牙羽毛球联合会，然后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今天你大比赛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在比赛，你大比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，就是对自己这场球就是挺满意的，然后就是希望下一场能够也有更好的出色的表现嘛。好，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你觉得明天你跟亚麻古奇日本的运动员相遇，你觉得你可以赢吗？你有机会吗？还有，你觉得你可以当世锦赛的冠军吗？就是没有太多想结果嘛，然后就是相信他压力他是比较厉害的选手，然后自己就是就是抱着就是还是冲击他的心态，就是给他难度，然后让他不那么顺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咱们向你用英文说新年快乐，就是 Happy New Year，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说吗？Happy New Year！非常感谢。